杯新的唇彩雪雾粉系列。这一个系列的灵感来自春天白雪初融，花刚盛开那种粉粉嫩嫩的颜色，所以在调色上又和一般的粉色不一样，颜色更粉嫩更梦幻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好像有一点微晒黑了，因为我们刚从澎湖回来。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一直以来都是走一个健康肤色的路线，然后明边去澎湖晒完之后也加入了我的行列，所以我一开始收到这个系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根本是一个大挑战啊。但是大家真的不用担心，因为 GA 这个系列里面有添加非常特别的雪雾显白因子，它也根据光学原理来修饰你的肤色，让每个人都看起来好像白里透红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帮大家试色新系列的11个新色，纯露呢有5个颜色，纯粹呢就有6个新色。那虽然我们两个现在都晒黑，但其实我们两个原本肤色色调就不太一样。我本来就是比较偏冷色调的，然后我呢是比Mini大概再深个1-2个色号，那我是比较偏暖色调，所以大家可以依照你们肤色来做参考。那必须跟大家分享是，其实他们这次的外包装我觉得超级美，因为是雪雾粉系列嘛，它的瓶身就做一种雾面的包装，我觉得超级时尚。好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开始试色给大家看喽。介绍一下纯露跟纯粹。那我手上的这个是奢华定制柔雾纯露，那其实它一开始的质地就是水状质地的，然后你上唇之后呢，它就是有一种空气般的轻盈，完全没有负担。那一开始上唇之后，你的确是感觉是水光水光感的，但稍微等一下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极雾的妆效，有一种软唇膏的效果。所以这一款其实持久度是非常好的。那奢华丝绒定制纯粹，它上唇的效果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有一种丝绒般的雾光妆效。而且它上色呢非常饱和又显色，因为它的质地呢真的非常丝滑绵密，上唇非常好延展。而且如果你是唇纹比较深的人，其实它有抚平唇纹跟润泽的效果，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厉害。好，那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纯露跟纯粹的区别。那纯露呢，它就是质地比较轻盈，有种染唇膏的效果，它持久效果是比较好的。那纯粹呢，它就是遮唇色的效果比较好，也比较保湿。所以如果你是上班族，你不想要常常补唇膏的话，就建议你呢可以使用纯露。可是如果你的唇纹比较深，就可以使用纯粹哦。大家一定会想，这系列虽然颜色很美，但怎么可能不挑肤谁擦都可以呢？所以我们决定拿一支大家都觉得最难挑战的颜色示范给你们看。好，那我们两个现在唇上擦的呢都是纯粹的521，这颜色就是一个非常亮白的芭比粉，我觉得我还蛮能驾驭这个颜色的。大家不要担心好不好，我现在有一个小秘技教大家，我就轻轻的就是把它沾起来一点，就变非常美的樱花少女给大家看。没有樱花少女会很尴尬哦，因为其实他刚刚我说你现在是时差之后呢，一上唇给大家看是有点还带一点水光感的感觉。大家你看现在是不是变得很美，超美。就我们俩现在也可以用同的颜色，不过要跟大家讲，因为其实每种粉色还是会挑你肤色的色调，所以建议大家还要去靠柜尝试哪一个粉色是最适合你的，好不好？那大家最兴奋的部分也是我们最期待跟大家分享的，那就是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两个最喜欢的颜色各是什么呢？很难得我们两个喜欢的颜色是一样的，因为其实我们肤色tone调不一样吧，所以这4个颜色是我们两个使用过后确认，不管你是冷色调还是暖色调都可以轻松
驾驭的粉色系唇膏。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纯露的406号，也是他们的主打色。这颜色是比较偏玫瑰粉，但是我觉得比一般的玫瑰粉又稍微再跳一点，活泼一点。我觉得擦上去之后会看起来非常精神，非常洋溢的感觉，感觉就是那种班上的同学都想要下课的时候跑到你旁边跟你聊天，就说 Hello Hello 明边明边，就会被朋友簇拥着，让你去上班的时候所有遇到问题，同事都会帮忙你。感觉那个人很累耶，大家确定就擦了这个颜色之后，就莫名其妙每天要8点下班，因为太多事要做。没有，是别人都会来帮你做事，是大家簇拥着你，就变成是办公室最受欢迎的一个好朋友。第二个也是纯露的407号，也是主打色，就是现在嘴巴上擦的这个颜色。那这个粉色它是比较偏番茄红，所以这颜色对于我们这种健康肤来说，驾驭起来非常的容易。而且这颜色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显白，这些已经有显白因子，这颜色尤其显白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因为我一从澎湖回来之后，就觉得 Oh my God， 我说的粉底颜色都跟我不对了。但我擦这个番茄红之后，觉得哇，我人还是非常亮丽。我觉得擦起来就有种千颂伊的感觉。哇，我现在可以变成千颂伊呀！ Yeah.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纯粹，然后第一个分享的颜色呢是410，也是我现在唇上擦的这个颜色。因为其实410呢就是一个豆沙色，豆沙色就是 GA 他们家非常有名，每个系列都一定要有。Why？因为豆沙色是任何场合都可以用，不管是上班、上学、跟男友约会、见婆婆、见公公都可以。然后你要什么穿搭都可以搭配，你看它今天是粉红色，或者是我这种白色少女也可以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纯粹的204，然后这个颜色呢其实是裸粉色。我觉得裸粉色是健康肤色人最害怕的，因为如果太白或太浅，就会很像黑人。可是颜色意外的非常显白，而且超有气。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说，欸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讲话有点吵，很像菜市场 YouTuber。 可是我觉得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一擦上这个颜色之后，我们就变成宋慧乔，就瞬间很像是从音乐学院或者图书馆走出来，回家就会发现重机在我家客厅之类的。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就真的是很有气质的颜色，我真的超爱，我就会偷偷把它塞到我包包里，就我姐可能会找不到。好，现在已经进入到影片的尾段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很重要的资讯。现在只要去 GA 专柜购买他们家唇彩的话呢，就可以得到这个那么可爱袋子来装它，而且还有机会得到他们家那么可爱的笔记本，上面是很多唇膏哦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你看里面有他们家非常有名的500号，可是那么小的，超级可爱，还有一个小的气垫。那想要详细知道怎么得到这些可爱的东西，就看下方的资讯栏喽。好，那影片最后呢，我们就用521这个 Barbie 粉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。好，所以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呀。亚洲女孩们，你们不要担心皮肤是黄色调或是健康肌、自然肌没有办法驾驭粉色这个系列呢，你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粉色唇膏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，赶快靠柜试试看好吗？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分享的 GA 雪雾粉系列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这支影片按赞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把小铃铛打开，才能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